当美羊羊学会了打扮，沸羊羊和喜羊羊看到后打起来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首先，美羊羊做了个美美的发型，戴上了他最喜欢的蝴蝶结。灵魂拷问，你猜他喜欢什么颜色的蝴蝶结？应该没有小伙伴不知道吧？左右对称，这边也不能少。这小犄角真的是可爱呢，可不能忘掉他的耳朵。他这个发型真的是很蓬松呢，经过坚持不懈的保养，他的小脸蛋也是越来越精致啦。这大大的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清澈的眼眸，精致的鼻子，小小的嘴巴，活脱脱的像一个洋娃娃。这几年他的衣品也提升了不少，中长的泡泡袖，时尚的小围巾，背着一个极品的羊羔绒包包，小手保养的白嫩嫩，又嘟嘟胖乎乎的，真可爱。几何图形搭配松软的羊羔绒，高贵又时尚，再配一条纯羊皮的肩带，质感立马提升了不少。中长的泡泡袖和高级羊羔绒的拼接设计，让这条裙子高贵又不失温暖。走在街上，回头率100%，胖胖的小腿上套着一双蕾丝花边的长袜，脚上穿着一双时尚的方口小皮鞋，这穿搭简直绝了。美羊羊学会了打扮，真的了不得。他的这身装扮满分10分的话，你给打几分呢？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简笔画教程哦。